至少我们敢讲啊，至少我敢要求啊，对不对？其他两组候选人有要求吗？敢讲吗？第一个他们对国台办喊话啊，国台办可能还要去跟那个军方啊、解放军啊去沟通啊，所以会不会那么快啊？我很怀疑啊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至少我们敢讲啊，至少我敢要求啊，对不对？其他两组候选人有要求吗？敢讲吗？哦，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态度要表达，我们的立场要表达，这非常重要的。那至于对方怎么反应，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但是至少我们该讲话，我们都要讲，这是我一向的立场。选后当然也不要来了，至少你这个礼拜让我们能够安静的、平和一点的选举啊。那选后当然希望他不来啊，不过大概也要看谁当选。我觉得谁当选，谁不当选，差很远。